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بعد ف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走进和平卫视我是 Tawfiq 那么现在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学习伊斯兰的信仰那么在上一期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谈到怎样去落实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一句言辞那么我们接着这个话题的我们接下来学习刚才我们谈到的第七点就是相信信之算了算了不具有任何的神性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要这个祈祷的话那么对于先知所托已经归主之后那么我们只能向这个安拉做祈祷刚才我们已经列举了在这个朝觐当中那么有些这个哈吉的话对于这个先知所托这个坟那么抬起手就做这个祈祷那么这是不正确的做法没有圣训这个依据的我们要做祈祷只能是向着吉布拉当然在先知所托算了活着的这个时候那么可以向先知所托算了那么寻求这种帮助当然使者算了归主之后的话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就终止了就没有了那么我们提到了这个安拉在古兰经高处章当中所说的你说除安拉所意义的外我不能掌握自己的这个祸福也就是说先知算了这个祸福的话是安拉已经意义给他的那么除了这些安拉所意义所定好的这个祸福之外那么这个先知算了算了说了我不能掌握自己的这个祸福那么先知算了算了对于自己的这个祸福不能掌握那么更何况其他人的这个祸福那么先知算了算了是无能去掌握的因为他的身份是阿布都就是仆人是安拉的仆人跟我们一样都是凡人那么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呢所以你要真正落实这个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那么就必须要从这几个方面去真正的去体验去实践那么最后一点落实这个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那么最后一点的话那么就是尊重使者所拉拉哈里和圣兰的话这个话的话指的就是先知算了算了的圣行了那么在先知算了算了时期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那就是不能和使者算了算了高声的这个说话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时期的话那么就所刚才我所讲的就是指这个先知算了算了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圣训那么这就指的是先知算了算了的话安拉在请示章当中这样说道信道的人们啊这个不要使你们的声音高过于使者的声音那么这个的话指的就是先知算了算活着的这个时候那么圣门弟子和先知算了算谈话的话那么不他们的声音不能高过于使者的这个声音那么从这节古兰经就说明那对一个有益于你的人那么你要对他有足够的这个尊重那么后面就谈到不要对他高声的说话犹如你们彼此之间说话的那样那么最终是什么最终以免你们的这个上功的话变得无效而你们是不知不觉的那么在这的话就有这么一个记录着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在这节经文下降之后有一个这个圣门弟子他叫 Sabit Ibn Gais这个人的话听到了这节古兰经下降之后那么就躲在家里面就放声大哭他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大嗓门也就是他和使者在说话的时候那么他无意当中因为他有这样的习惯他的这个声音大那么就和使者就大声的这个说话当这节古兰经下降之后那么他认为这节古兰经是不是针对他所下降的那么如果是的话那么他前面所做的那些功绩的话就全部都作废了
那么因为这一点的话，他就非常的这个伤心，那么就放声大哭了。那么当先知算了算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他就去看望这个撒比的伊本盖伊斯。那么他如实的跟先知算了算了说了这些他的这个想法。那么先知算了算了说：“你难道不希望作为受人称赞而活着吗？作为烈士而殉道吗？那么你不希望进入天堂吗？”之后的话，在一次战役当中，这个撒比特·伊本·盖斯他就归真了。那么逝者算了算了，也就是他是天堂当中的居民。叫我们看圣门弟子们，他们做每一件事情的话，都是非常的小心谨慎，哪怕就是跟使者这个说话，那么他们也在担心着，那么自己是否有这个错误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穆斯林，作为先知算了算了的跟随者，那么先知算了算了，他已经这个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所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们要用这个坚持的，要这个很好的，要把它保护起来，把它用起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的沿着先知算了算了的这条道路一直在往前走。那么如果你只是按照自己的这种私欲、这种想法，能去前进的话，你永远找不到先知算了算了的这条光明大道。所以说，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个应当己欲为了安拉，应当这个跟随使者算了算了，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的这个事情。这就是关于这个作证词，那么我们所简单的做一个了解。那么在接下来这个话题当中，我们就要谈论这个信仰。那么信仰是什么，或者什么叫做信仰？那么我想，当我一提出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大家肯定都知道了这个答案。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先知算了算了的这个圣训当中，就提到了这一个问题。那么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圣训，那么甚至有些人称为这段圣训的话是圣训之母，因为它当中的话提到了很多伊斯兰的基础。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当中就询问到了什么是伊斯兰，第二个问题当中询问这个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伊善，那要么给要么什么时候成立，它的迹象是什么等等的一系列伊斯兰最基本的东西。那么都在这段圣训当中，先知算了算了阐述了，就是吉卜力这个天使的，他化作一个人的这个样貌，那么来到使者的跟前，圣门弟子的这个跟前，那么目的通过询问的这种方式，那么来教授先知算了算了，来教授这些圣门弟子，那么宗教的知识，那么这也告诉我们每一位教育者，每一位这个家长。那么可以通过这种询问的这种方式，那么教育方式的，那么来给自己的孩子，来给这个学生，来给这些穆斯林大众，那么增加这个伊斯兰知识。那么吉卜力呢，alayhi salam，他问先知算了算了，akhbirni anil iman，就是你告诉我什么是信仰？那么先知算了算了就回答了，al iman huwa أن تؤمن بالله وملائكته وكتبه ورسله واليوم الآخر والقدر خيره وشره。总共的话就是这六个。那么我们这个，当先知算了算了做了回答之后，也就是说吉卜力的话，他是知道这个答案的，他就等待着，就是先知算了算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之后。那么吉卜力呢，给他这个肯定。那么我们来逐一的对他进行学习。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指的是你必须要归信安拉。那么和这个，我们大家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和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组成部分，它俩之间的话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这个的话，我们提前在这儿我们说一下。对于信仰的这个组成部分，我们都知道是三个。
口头诚信、心灵诚信，还有你的这个身体力行。那么如果你在其中的话，比如说你这个欠缺了某一样东西啊，那么你算是一个穆斯林，也就是你的这个穆斯林身份是保留是存在的。归信阿拉、归信使者的这六大信仰，那么如果你否认其中的任何一个任何一点，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穆斯林的身份就不复存在，也就是你就不算是一个穆斯林，你的生命和你的财产就不会受到保护了。我的阿耀杜米拉，那么稍作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萨拉瓦雷公瓦拉哈马托拉希瓦巴拉卡杜。بسم ا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بعد。那么我们接着这个刚才的内容，我们进行学习。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圣训吉布利拉阿莱希斯拉姆所带来的这些知识，那么当中提到了，他问先知萨拉萨拉什么是这个信仰，那么先知萨拉萨拉逐一给他回答了信仰是什么什么。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逐一的进行学习。什么是这个 tu'minu billah？ tu'minu 这个词它表示的意思就是内心当中毫不怀疑的去相信、去承认安拉的存在。那么对于这个的话，我们要从四个方面去证实安拉的存在，也就是从四个方面的话去归信安拉。那么第一个方面，那么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在这个内容当中，我们会具体的去阐述，那么怎么去归信安拉。第一点的话，就是必须证实有这个安拉的存在，也就是在这个整个宇宙当中，我们内心当中必须明确的知道只有一个造物主的存在，那就是安拉，除安拉之外没有任何的这主宰。那么从这个归信安拉这个方面的话，归信安拉实有的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几个例子当中我们去了解。那么从理智方面，那么去证实安拉的这个存在、安拉的实有，那么这个宇宙及其以及包含的一切宇宙现象，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现象，都是伟大安拉的理性证据。那么安拉在古兰经当中这样阐述到，他们是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的呢，还是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呢？难道他们曾创造天地吗？不然，是他们不确信安拉。安拉通过这种询问来把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就摆在了人们面前，很容易就让人们接受。大家看，他们是从无到有的被创造出来的吗？那么在这儿的话已经肯定了，被造物的话是从无到有的，不是从有到无，是从无到有的。那么是谁创造了呢？紧接着下来，是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吗？那么被造物的话原来都是没有的，那么原来都是没有的话，他们怎么去创造他们自己呢？那么在这儿的话，那么就是肯定了，就只有一个造物主。那么在他们不存在的这个情况下，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创造成是存在的。那么也就是上一节古兰经当中所提到的，他们是从无到有的。那么接下来，难道他们曾创造天地吗？那么也就是这些人，这些被造物，他们有能力创造这个天地吗？那么这个天地的这种创造是在人创造之前，那么安拉已经把它创造好了。那么即使这个人他是被造物，那么在没有人之前，安拉已经把这个天地创造好了，那么人怎么可能去创造这个天地呢？所以说最后一节经文的安拉这样就说了，是他们不确信安拉，也就是他们内心当中根本就不相信在这个宇宙当中那么有安拉的存在。那么这是从理智方面的。
在古兰经中呢也提到，对于这个笃信的人们，就是对于他们的信仰坚定的这个人们，那么大地上有很多的这个迹象。那么大地，阿拉创造大地的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就是让人们在这个大地上去行走。那么行走的话，去观看这个安拉在大地上为人们所展示的各种各样的迹象。那么这是理智方面去证明安拉存在的。那么下一个，我们从这个感官上去证实安拉的存在，人们会言不由衷的向超绝伟大的安拉祈求他们所这个希望世俗的事情。那么他们会祈求他们所想要的这个东西，这种祈求很快会受到应答，而且他们也有一种亲身的经历。难道这不证明超绝万物的安拉的存在吗？当一件这个灾难即将要发生的这个时候，人们的内心当中非常的恐惧，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想起了造物主安拉，想通过这种短时间的这种记起，那么来消除这样的这种灾难。但是一旦这个灾难过去的这个时候，他们就遗忘了安拉的存在。所以说在这个古兰经当中，安拉就提到了，安拉说当他们沉船的这个时候，他们虔诚地祈祷安拉，当安拉使他们平安到达的这个时候，他们就立刻就以物配主了。那我们可以这个想一想，我们对于安拉的这种虔诚，不是在我们需要的这个时候能表现出对安拉的虔诚，那么在我们不需要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以物配主，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从听信方面，那么证明安拉的存在。那么听信的话，就是听信本身就是认识养主的，是认主独一的。安拉说当时你的主从阿当的子孙的背脊当中，那么起出了他们的后裔，并使他们自己见证，主啊，难道我不是你们的主吗？他们说怎么不是，我们已经。那么在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圣经当中就提到了，人在这个母腹当中的话，他是归信安拉的，是相信安拉的存在的，是他的这个父母亲使他成为了这个基督教徒，使他成为了犹太教徒，使他成为了这个拜火教徒。那么对于这个，我们就是从天性方面证实的，人在这个母腹当中的时候，他本身就已经承认了安拉的存在，那么是后天的这种环境，那么使他成为了这个基督教徒、拜火教徒还有犹太教徒。那么给我们提示了先天的这个环境，先天的这个条件，那么很容易被后天的这个环境那么所迷惑、所影响。所以要想拥有这个，要想这个确定安拉他的实有，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几点。安拉在古兰经当中就这样说了，难道你们不观察自己的身体吗？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那么安拉设置了，或者说安拉已经创造了很多的迹象，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鼻孔，它的作用是干什么？它的作用就是人们用来呼吸的一个器官。那么证实了我们这个必须要从这四个方面能去证实安拉确实是存在的。那么紧接着下来的话，我们还要学习拜主独一，因为的话确信安拉不仅仅是相信安拉的这个实有、安拉的存在，那么必须是拜主独一。那么拜主独一，那么也就是以人类自己的行为去认识伟大的安拉，那么含义就是坚持笃信伟大的安拉是真实的、独一无二的受拜者，除他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受拜者，或者说除他之外的那些受拜者都是虚假的。那么在这一点上，以恭修还有恭顺和前面的顺从来崇拜安拉苏布哈纳瓦达了。恭修当中的一点点一个部分，
那么把它转给除阿拉之外的这些被造物，比如说礼拜，这是属于阿拉的这个，我们礼拜，那么向阿拉礼拜的话，这是属于阿拉的一个权利，享有的一个权利。但是除阿拉之外的任何被造物的话，就没有这个享受这个受拜的这个权利了。阿拉说，我们只崇拜你，我们只求你佑助。那么在这儿的话，已经肯定，那么阿拉的这个受拜性，它是独一的。在这个古兰经开端章的话，一开始就让人们内心当中就明确了，那么阿拉是独一的，阿拉的受拜性是独一的。那么阿拉在古兰经当中还提到了，凡在祈祷阿拉的同时又祈祷别的那些无机的这个神灵者，那么他将在阿拉那接受这个审判，接受这个清算，不信道者必定不会成功的。独一是所有使者宣传的这个宗旨。以前这个欧曼遭受到毁灭的根本原因，那么就是对于这个拜主独一的疏忽和隐晦。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因沙拉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